哇，大男孩，哎，怎么办怎么办，路人殿堂遇到粉丝了，居然还认出我来了，所以呢我选择不说话，假装是高仿，万一秒倒了多尴尬呀。千怪闪，我是你的，欢迎来到第五人格，我是你们大大哥。在搬掉了蜘蛛之后呢，我真的很好奇这次的监管者会是谁呢。随着我方盲女的一个敲杖，哎呀，章鱼哥呀，还好没来追我呀，先装修波机再说。哦，打了空军一下，开局打空军不亏不亏。你追空军追得好好的，干嘛来追我呀，我的亲。好吧，还是败在了触手之下呀，我的天哪，天道好轮回，触手饶过谁呀。好在我方空军眼疾手快，小黑妹成功挡到这波救人。然后呢，章鱼哥好像有点上头。咒师上影子了，空军败血，此时我方毛女发出压机的信号，怎么办怎么办。当然是硬刚了呀。然后空军上瘾，章鱼哥呢前来堵门，小妹成功的偷人。可怜的章鱼哥呢好像最后只能独守庄园了呀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打牌会喜欢用章鱼哥吗？感觉胜率如何呢？感谢观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了，拜拜。